哎呦，我的亲爱的，哎呦我的妈，姐，哎呦，快给带回去！我就喜欢果包，小点小点，来，我就喜欢果包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么小？来看这个，我就喜欢果包。这还凑合吧，再可以带回去。我就喜欢果包，这怎么？哎，拿果包，还行，再一个也还行，晒干不了。来，果包。还有这个自己出来了，要这个吧，停不下来了。来，虎包，哦，这个大，这个大，这个大，终于让我弄个大的，这个，可以，啊，要这个，来，虎包，回去这可以炸一盆了，这一波操作就这一盆够了，你看，那虎包，虎包。全是的，没法玩了，全是的。你看呢，那鼓包，鼓包，啊，鼓包，全是的。今天这个退的潮水比较大，这海鲜全出来了。你看，换大线，咱们找个大的吧，小的不要了，敲大的。这一个像是个猫眼螺了吧？不应该再是花大蟹了吧？啊啊，来，怎么样？来，是不是？猫眼螺，我看着不像是花旦蟹了，这一看就花旦蟹，是不是？来出来吧，对吧？这也是花旦蟹，那再说赶海吧，不是说在那就是乱抓，对吧？你得多多多多少少的，你得稍微懂那么一点，是不是？来，这个大，有这个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有点看不明白了，真的，我真有点看不明白，怎么这里还有小八爪鱼？这种镜头啊，我都不敢拍呀，半死不拉活的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让朋友们一看又好说，一看就是你放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可能是渔网给拦住了。你跑。我就看着你跑，我看你跑，看你还怎么跑。这个鱼太滑了，小米目鱼，个头不是很大，还行吧，还吐水嘞，回去了，行吧，也不少，这个猫眼螺大。